好的吧，讲的你和人家是个好东西。今天是下雨天，星期天，风雨无阻，我们又出去转。目的地是哪？目的地。目的地，Altana Beach。Altana Beach， 下雨看 beach 啊。就是。啊。要你一下是吧？刚才都不去的时候你去，这样就可以看到别人看不到的东西啊。眼睛长挑。一个对好朋友说，哎，你们那边天怎么这么蓝呢？我说下雨天都是蓝的。不是下雨天吗？哎，我也在问为什么这天这么蓝呢，你告诉我。同学，因为我们在南面。因为我们在南面，你普通话太糟了。南面，蓝天是不一样的。在我听起来都一样的。胡搅蛮缠，你这叫。这真的是下雨天看到别人看不到的风景啊！啊？想不想点歌？我吹给你听。点一首。月亮代表我的心。这个歌，月亮代表我的心，这说明你是一个怀旧的人，是吧？月亮代表我的心，怎么吹呀、啊？怎么起头啊？我不知道。哒哒哒哒哒哒哒。没有练过，重新点，来吹一个。左边就已经到了海边了，这就叫 Altana Beach。 曾经的澳大利亚女总理叫 Julie Gillard， 就住在这个区。我们现在又来到了一个新的一个开发的地方，一个区。刚才就看到好多的售房中心啊，好多的开发的那种空地以及挖掘机，那前面就有，就都在挖掘。这个叫 tenant， 这个是对不对？这个翻译是 tenant， 跟我们家以前的鸭子的名字很像 ，tenant。好多的新的居民过来，我们刚才一路上看到那边有个区，差不多都是印度人。印度人现在移民澳大利亚的数字占据第一，在过去的这一年，他就超出了中国移民到澳大利亚来的数字。现在回家啦，进入森林，就到了我们的家。我们是就是森林中的野兽。不小呀，啊！看到别人看不到的风景了。那是。这是今天我们开车在路上，别人就放着篮子，上面写着free， 就是不要钱，因为柠檬树上的果实太多了。把树都压弯了，所以呢他们就放个筐子放在门前，谁愿意要了谁就拿。我看到非常新鲜，周末出去转一转有很多的收获。我觉得这个柠檬不仅仅是说我们收获到柠檬，而是收获的一份文化与分享。